好，来教各位这个 IKEA 买的这个搅拌器要怎么装电池哈。然后这个是四号电池，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是四号电池啊。然后它这个是正，就是下面这个是正，上面的话是负。然后呢，一开始我在装的时候，我丢进去，然后呢。那我要这样子直接装，我根本就装不进去啊！我想说是不是买错了，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可以，它会影响到里面那一颗，它是可以伸缩的。哦，也就是说你第一颗放进去的时候呢，伸出来，拉过去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再这样塞进去。稍微把它往下压，它知道里面的。好，再一次，原本是这样嘛，因为这个推出来，拉出来之后往上搬，它就下去了。然后再用手指头压一下，然后这一颗就给放进去了。那这个放的时候呢，它其实不是很好放，稍微推一下。好，你把它推下去之后呢？这个放进去之后，它其实有时候会有点难卡，所以你要调一下角度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这个电池下去的时候再往下压，把下面那个电池压进去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拉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很方便。我记得这个应该是49块吧，啊，39块，因为我忘了。然后两颗四号电池是可以的，但是它没有附说明书。所以我一开始以为电池是不是四号电池，不是这种电池，好，就是这样。